现在连一字马劈腿都来了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好事好事啊！因为大家看到可能是谩骂，但是我们收到的都是拜托你们继续，拜托你们继续。牛肉厂是什么？杀肉的吗？一字马干扰发球，被轰牛肉场，啦啦队金主李金良三点声明反击。其实我们当初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只是想要帮我们自己账号不利的球队加油，我们也没有想太多。殊不知这个影片就造成轰动，我们其实也是蛮意外的。李金良去年投资500万签下 Luxy Girls 啦啦队，2月26号的 SBL 球赛中 ，Luxy Girls 啦啦队趁客队球员发球时，在场边直接摆阵干扰，发球之舞被轰，根本是牛肉场。摆阵啊！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。现在连一字马劈腿都来了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好事好事啊！篮底下的啦啦队吼，无所不用其极啊！现在进队有限，所以布料做的比较少了，这个尺度也要注意。所以之后的表演的尺度会因为这个就是收敛一下，还是说是正常发挥？我觉得应该不会。可是对于网友，就是觉得骂得很难听，说很低俗，然后把球场搞得像牛肉场。因为我们的年龄都没有经历过牛肉场，所以没有那个感同身受的感觉，所以还好。就是对牛肉场，就是好像上一代的事情。牛肉场是什么？杀肉的吗？投资金主李金良对此提出三点声明：第一，因为是第一次在球场演出，没经验，尺度拿捏部分会在肩头；第二 ，Luxy Girls 啦啦队成员都是专业舞者，可惜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零几毛钱就要被这样大量攻击，难免心情会受伤；第三，接下来 Luxy Girls 会设计更多啦啦队动作，开放球迷票选，倘若大多球迷都觉得不雅，一字马动作就不会再出现了。也强调啦啦队本意是带动气氛，要比别人出色就得想办法赢别人，何况球员老婆都说没关系的。因为大家看到可能是谩骂，但是我们收到的都是拜托你们继续，拜托你们继续。